荣哥好帅，我好喜欢荣哥。不好意思了。你回去。兄弟们，这也太甜了吧！艾荣终于表白高荣，虽然这只是玩游戏输了之后的一个小小惩罚，但艾荣这么表白，即便是剧本，真的也让很多单身狗们都坐不住了呀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艾荣和高荣这段炸裂的对话吧。哇，那个哥哥好帅，我好喜欢。啊，哥哥好帅，我好喜欢。你带了人名，你怎么能这么敷衍呢？很硬。没事，你听我说着就行。不是你说着我当做那个屏蔽了，我屏蔽。那个荣哥好帅，我好喜欢荣哥。不好意思了。你回去啊。不用回，客气啥？别客气，不用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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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你？